赶快是活动消息，关心的是为鼓励民众消费提发票，甚至鼓励民众透过智慧型手机下载发票载具。财政部国税局嘉义县分局十六号举办精彩岁月卡拉 OK 圆游会，除了吸引二十五组选手报名参加歌唱比赛，现场个别就单位来设摊，亲像监理所和民众参加 3D 眼镜模拟酒驾的体验，或给民众喝酒不开车。这场精彩岁月卡拉 OK 圆游会主岁宣导活动，十六号上午在北回归线太阳馆广场登场，除了吸引二十五组选手报名参加演唱，主办单位希望借此向民众宣导，消费一定要提发票。办这次活动是要提倡正当的，歌唱娱乐以外，主要是要提醒纳税人在购买货物的时候，记得要收取统一发票。这收取统一发票是要健全财政，这是爱国的行为。第二个，今天我们是募集发票来做爱心，是一个爱心的表现，对我们的社会和谐有贡献。来到嘉义县分局单位，工作人员向民众宣导利用智慧型手机下载发票载具的 APP 软体，民众到超商消费，得当请服务人员扫描手机内条码。你发票详细内容得完整记录在手机的软体当中，同时也主动帮民众对发票。电子发票呢，它可以把你的发票呢是存在你的手机里面，然后它也可以直接帮你兑奖，所以大家就不用使用纸本，然后造成资源的一个浪费。电子发票可以节能减碳、爱地球，同时呢有增加额外的奖项，就是说以这个手机条码来。所以无实体电子发票的时候，我们奖项更丰富啊，更多元。我们希望我们的乡亲能够多多利用这个载具来收取无实体的电子发票。同时，主办单位邀请真侪机关单位共享盛举，有各管单位、有消防单位，拢来正能宣导。特别是监理所为宣导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重要观念。特别现场提供民众 3D 眼镜模拟酒驾的体验。那个戴上去就好像真的，你就是已经酒测值已经超标，然后走在路上都已经你没有办法走一直线，然后会晕。像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体验？让民众知道你喝醉酒开车就是会产生这种幻象，你以为你开直线，其实你没有，你可能会撞到路人或者是撞到旁边的店家，这样是很危险的。同时，国税局嘉义县分局表示，今年五月份报税，民众能用健保卡报税，不过民众必须先到健保局网站上线注册，取得登录及验证密码，再以健保卡和密码在报税系统来报税。新闻柯耀宏、资雄乡采访报道。